以后你出门，我拢会帮你泡一锅茶。你唔通袂记哩，厝内边阁有一个人在等你。 我都开店嘛，吼，嘛算讲是上本事啦。我今日是特别，祝贺你开幕的。我已经开不出久啊呢，你即摆才要好，敢会想歹？啊，不是免咯，我阁无人去哦。哎，唔免啦，多谢你啦。<笑>来啦，坐啦。哎，我知影哦，你想要啉咖啡，无安尼啦，我煮一杯阮店里上较有人气的特调咖啡互你啉，哈。好啊。啊 是感觉欢喜啦，我的查某囝哦，总算是大汉啦哦，啊，即马阁有能力甲你开店做头家啊！我也是头家，我是头家娘，这哦是我今次做开的店。啊，阿健子嘞，那会帮你一个人伫遮啦？今次阿英爸，哎，老麦，我先甲你讲个好哦，等下唔通袂讲话呢。我着啥物话要讲嘞？你着警告我。 你到底是娶家的查囝，还是我老麦的查囝？我是你的查囝，嘛是娶家的新妇，非得你带咩样歹看就对啦。好啦，拢听你的啦，吼、哦，非得啦，我今日刚刚想要坐车，好好恁一杯哦，我早晏出来咖啡，安尼用的袂？当然嘛用的，咖啡就好啊。 试看卖啊，阮店里上佳好的特调咖啡。真香诶！迄当然啊，我是不计成本用上佳好的咖啡豆，啊，搁有啊，我煮的鸡丝啊，甲红豆子的鸡丝，同款一级棒，当然嘛香。玻璃两句啊，买水就翘起来了。无法度啊，先叫我请料理。 咖啡是真香，无毋对啦，啊，毋过是毋是好啉哦，也讲毋知咧。你讲咩啊？你说，好啉无？你是毋是无介意？我查某囝煮的咖啡，当然是上赞的啊！啊，不管是这芳气还是口味。 我饮咖啡哦，几十年的经验哦，算讲是有着定啊。甲我惊，是我想讲你无介意，歹啉嘞。爸，你来啊！哎，这咖啡顶两嘴，是不是总不匹不彩了？明仔以后别当搁啉啊。什么早就想要来看？ 看安尼真熟悉了哦，你看你规间拢装咖啡的香味咧哈，间间了安怎？有顺利无？啊，佫袂歹啦，加在阿斌甲妞妞伫咧斗三工，啊，若无我真是无闲袂过来。空间也客气，这阿斌啊妞妞拢是你咧甲斗三工的。那有，我无做啥啊。对啊，你咧，你伫大嫂啊，经收留因啊，对因来讲就是上大的斗三工。确实讲会使因为安尼，阿斌脱离过去的是非。 甲妞妞过平静的日子，我无甲你骗，你就是因的上大冤家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大家拢嘛是一个伙啊。
什么一家伙啊？都还没结婚呢。嘿，金哥啊，你也伫遮？卖叫个这么亲啊！老麦，我拄才是安怎甲你讲的，你若搁安尼，我就不欢迎你啊。小妹，唔通安尼，唔通对恁爸爸遐歹。好啦，迄个大伯，你甲这小妹恁两个先落去无用，我有代志要甲恁爸爸讲。爸，你是要讲啥？这阮的代志甲恁无关，先落去，甲小妹先去无用，吼。亲家啊，你若要求情，莫浪费时间啊！这你做你放心啦，我真了解你的个性，我无可能会来待这个地方。那你了解就好了。我倒是跟你讲，我唔惊你使什么怪招啊！大像因某已经答应要出庭作证，咱照伊提供的证书甲证据，离审的时阵，你绝对脱袂过。亲家啊。你怀疑这个大伯跟小麦做伙是为了报仇？这件代志大伯有讲我听，要唔过等下只，我希望这个亲家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大伯跟小麦做伙真正是缘分，唔是你所想安尼。那就奇怪了，天下有遐尼多缘分啊？亲家啊，麦先生，大伯真正是真心的，你千万唔能因为我蔡金宝所做的错误来怀疑大伯的真心，安尼对你来讲实在足无公平。阮查某囝去互恁爸仔囝骗到戆戆西咧，那真正无公平。我袂要紧，我讲，你会报应哦，你要教我咧。小麦啊，我要走啊。沈麦，你莫搁啉咖啡啊？什么莫搁啉？阮查某囝煮的咖啡这么好啉嘛，我一定要啉好完啊。啊，不过。你好好经营，一定会成功。阿哥，今仔一杯算你的。老麦，小麦好啊。恁爸爸就是安尼啊，有嘴无心嘛。你唔通安尼讲的，拢甲伊大细声，遐尼无礼貌，安尼唔对呢，知无？恁爸爸真正足真心来爱你的，啊？我无是要安尼啊，只是。阿麦讲这啊啦，爸，你拄才咧跟我爸讲啥？无啦，哪有咧讲啥啦？这跟你无关的吼。你无用，莫插我。紧落去。啊，看看先，我他妈做坐一下。啊。谈讲哦，咱天池的财务有问题啊！我知影，啊，这是咱内部消息，谁来捞出去啊？卡叔讲我来又料无唔对啦，应该是迄个财务经理为了保护你甲开除啊，就超过伊放消息记者的，家己做唔对代志，唔知影通反省，竟然阁用这种手段来报复。即摆上重要的哦，就是啊，资金的缺口哦，紧补起来，啊，若无迄话哦，愈说愈歹听，死到的伤害着咱天池。喂，李大，无影啦，迄拢谣言啦。咱天成要哪可能有资金问题？我想哦，一定是有人哦故意要打击咱的股票，故意把自己的消息。你做良心，咱的营运绝对无问题。嗯，好，再见。问题愈来愈大，跳票代志要传出去哦，银行团一定要关心的。到底各部门遐资金收过来了，还阁差偌济？是的，上要紧的是今仔日哦，阁8000万的支票要到期啊，转来明仔载6000万啦，3点半都拖袂过哦，代志就大条啊。干那差钱啊，敢真正无得解决啦？大弟，无安尼啊！你找遐厂商，你甲因讲，
叫伊互咱延几工啊，国家规到美国遐资金就过啊，应该无问题。奇怪啊，邱总遐唔经验啦，伊嘛爱讲哦，因家己有困难啦，千万唔通有一个无甲信用破产的。敢讲拢无其他的办法？我本来想讲哦，先处理我遐股票，要无伊要倒分啊，伊手头撇起10%，而且伊阁一直在孝顺咱天成事业，所以我袂用无借遐。董事长，银行拄则有一笔一亿的支票，指定存入。啊，这条钱，敢是厂商提早汇款入来？不是，啊，若无是啥？是云林那边的银行分行，我有查过，是一个叫做陈来华的户头汇出来。陈来华，这人我唔捌听过。我嘛无识在，奇怪，什么人无缘无故的汇这么侪钱入来啊？陈秘书，你讲是云林分行？是。敢不是赖上？无可能，那是赖上用个公民进来汇款入来。无需要用假名。许大人，你是唔想来什么人？我嘛唔敢确定，也毋过我咧想，这个叫陈来发的，只不过是一个人头，目的是无想要让咱知影伊真正想法。不要紧，赵秘书，你去查清楚，发汇款的人到底是谁。到底呢？即嘛是要安怎？既然对方是好意的，咱就先解决咱眼前的问题。等查清楚是谁以后，才好啊，甲说道声。好，我嘛需要处理这件代志啊。都走音了还谈？你是捌啥？这是上新的原味，甲原创的。哎，你拢过来啦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好啊。哎，请。来去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已经找到合作的网络公司啊，而且甲伊约好下晡要签约呢。真的吗？太棒了 ！Yeah。Yes。啊，不过下晡我要去见另外一个重要客户。那怎么办？下午没签，万一明天有什么变化呢？所以我决定要把这件代志交你去处理。会议我已经讲好啊，你只要去签字就好啊。好啊，这是签字，当然没问题啊。嗯，到时阵摕到合约，你应该详细看清楚。若是有啥物问题，随时打电话给我，别着急要签约哦。放心啊，这点小事我们还可以应付得来。嗯，我们两个大男人。还比不上你一个弱女子吗？你真歹讲哦。好啦啦，摕到合约时阵要注意版权问题。对方对咱音乐软体真有信心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咱的权益，不能让伊食死死哦。是，我们会注意的。你放心，你去办你的代志。OK 的啦。我是网络营业公司的业务主管，请问你天影公司的陈总会是不是你好？你好。我们代表天影过来签约的，陈总伊有代志，我都过来。安尼啊，请坐。虽然讲我跟你陈总的有口头约束，这约一定会签，啊，不过合约我想要做一寡修改。还有修改？这可能爱新闻阁单种的意思哦。其实这嘛无啥物大修改啊，只是阮公司了解产品了后，发现伊虽然真好用，啊，不过目前市面上无介普遍，所以阮增加这条。万一产品的销售量若无达到阮公司的标准，阮有权利要求恁天影公司赔偿。那还没有差呢，没有三年半的钱。
唔免啦，咱家己决定就好啊。敢讲你对家己产品的销售量真正无信心？我当然有信心吗？那呢就唔惊有赔偿的问题啊。OK， 我们同意附上这条。来来来，小朋友。这无问题啦，刷来这条啦。阿伯，学霸。啊，婷婷，你来你啊。阿伯，明仔载得要提出上诉啦，我是来跟你讲，遐证件甲资料我拢先传好势。真的。顶摆是咱上过台，无先甲资料哦准备好完整，即摆咱有认证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那呢，明仔载透早十点，阿伯你敢会去？透早十点，我尽量啦。我若发到去，我一定会到。阿伯，不做顶官，甲天成的财务会记下个安尼，安尼够要紧。哦，有人偷偷汇一亿哦，给恁阿伯啦。也毋过毋知是啥，这条钱的来源哦，即马搁伫查啦。阿伯，那恁遐的钱，敢会有问题？这代志恁免烦恼，钱的来源我一定查清楚。明仔载你专心拍好这张官司，安尼就好啊，吼。有什么好啊？只是等一下囡仔尔，当然顺利达成任务啦。那这些还有？林静静哦，这个合约 email 给我看过啊，我是确定无问题，才叫你签约的。啊，若无平常时这款代志，我家己做较放心啦。卡仔，我俩总共做生意哦，偌困难呢，大家勾心斗角都是场面话。现在才知道，其实啊，只要把自己本业做好，其他的我都不用烦恼。是你人哦，即只做就知影，莫讲遐尔早啦。诶，这软体若是大卖，咱甲它分红都分袂煞呢。赚偌济无要紧啦，最重要的是哦，我们的音乐能够给更多的人听。没错，恁到位了。Ken， 你搞什么鬼啊？来，预祝我们这个播放软体销售成功。卖出几百万套！太疯狂了你 ，OK 的啦。没有。大象因某，你跟答应要出庭作证，按照伊提供的证书甲证据，离审的时阵，你绝对脱袂过。像安妞妞甲阿斌平静的日子通过，钱因我嘛交代予大伯去处理，我蔡进宝嘛无啥物好牵挂，是讲我一世人上对不起的就是小弟，阿妈无三十几年，伫伊身躯边的时间，加加算算无超过三年，我想要牵伊的手，行这人生最后的一段路，都拢无迄个机会。想想实在有够怨叹。爸。爸。啊，进来啊。哦，好。谢爸。今日店内遐无代志，所以我安尼来上等来。爸爸。嗯。你最近拢踮伫台北，阿妈家己一人伫南部，较无伴。你敢想要倒去看伊一下？好啦，卖讲妈妈的代志啦吼。哎、欸，妞妞，哎、嗯，我爸爸问你吼，你即马住迄个所在有厝是无？还有大间无？有需要换一间更较大个厝？嗯。爸，我遐已经有够大间个啦。哦，我也是讲哦，万一若有新个囡仔生落来以后，有需要一个较大个空间，互伊去活动，安尼比较是较好啦吼。爸，你想遐样要创啥？今摆我甲阿斌过啊真快乐，真满足就好啊。心满意足就好。
心满意足，爸爸就放心嘛啦。顺利啊！卡叔照这合约进行，提名申请就能赚到钱，今年获利应该袂歹哦。那呢，恭喜你哦。对了，恁今日要带我去公司无？我今日跟老妈约好了呢，我们要去欢迎。吃早餐。啊，我去烤吐司。上班啊，啊我载你无？唔免啦，我无遮尼赶紧。那恁我先来走。是安那？我最近一直咧流鼻血。婷婷，你来啊！阿伯，嘿嘿，哦，你足准时的呢，你坐坐啦，我念的就好。来来来，坐。我见阿伯，无看见来豆豆来啊。阿公，这届啊，咱唔那是资料传到真齐全，而且人情嘛真有够力呢。你这届一定会让替你伯母报仇。阿伯，真正足多谢你的呢，若是无你安转去到三峰，我到今麦阁唔知要哪只好。应该的啦。啊，讲起来啊，你爸母嘛算讲是真好命，生你一个哦这么友好的查囡。来来，看，是谁啊？喂，蔡进宝，廖小医生啊，啊，你怎样讲？阮即摆准备去告你啊，你想要来对付阮？是啊，我是想讲哦，以后可能无机会来找伊啊，所以想要趁机的时阵，今日来你讲讲的安尼啦。我跟你还有什么好讲的？啊？你想要叫我卖告你？无可能的啦。唔是唔是，你千万唔通误会，唔是讲叫你卖告我，唔通误会，我无迄个意思。啊，你过来是要怎啊？讲半句话，这婷婷已经甲大炮的代志，真正唔是大炮的唔对。啊，既然你即摆遐尼有把握，我来去关。等我咧叫你来关的时阵吼，大伯就袂叫你影响啊。你会使放心啊，把这个小麦叫大伯，安尼好不？伊身躯老的是你的话，伊无可能是好种啊。所以啊，我绝对袂让小麦嫁予恁蔡家。你若唔相信，你会使问这婷婷啊。婷婷，你家讲看卖，看大伯是啥物款的人，对无？迄当初是毋是我他妈撩乱？我无甲你骗，这大宝甲婷婷一定是对真恩爱的夫妻，你也相信我，大宝是真正是一个好人，值得我阁重新来查补。过去的代志我无想阁要提起啊，你转去啊，建志甲小麦的代志我无插嘴的所在。再看。婷婷嘛，无想要替你背书吼，你紧走啦。歹势，我输掉甲讲一下。婷婷，真正
真系拜托你。啊，我即卖确实讲真正叫两日乖哦，我希望你会使替大伯讲一句好话。你的心肝真善良，阿伯做了解。你嘛希望大伯将来再幸福快乐，你讲是不是安尼？真正啊，万事拜托。卖互这人骗去啦！伊就是因为哦，咱要去告伊啊，伊就来遮结可怜吼，求你同情伊。袂啦，我袂受伊影响。咱来行，时间差不多吼。我真无记个了，无啦，无代志啊，恁紧过来。哎呀，你看，哈，我说要带进跑团者哦，你，喂，资料煞袂记早啦，我先去开车，我就来，好好，开车。先喏，到底发生啥代志？带进跑走来阮厝啦，希望我会当生存，建一间小卖。啊，我都甲赶走啊。啊，结果咧，行到门下口吼，我物件袂记得摕。啊，等我摕物件出来，我就看带进跑倒伫路边啊。啊，天天都坐伊边啊。这一定吼，那是带进跑想要害着，定还是安怎？啊，结果家己去捡车弄着。婷婷，啊，你人安怎？阿伯，你给我打电话见钱。有啦，应该要到啊。你先跟阿伯讲，代志到底是安怎发生的？麦先生，伊就讲要提物件，我就家己去开车。我想知影。阿娜，阿官爸伊，即马等你见面。哪会发生这个代志？爸，你在家？是我甲婷婷送蔡进跑来病院。唔是我爱来啊！婷婷，啊，我本来叫车弄着。婷婷，你慢慢讲，不要紧。我只是想要知影代志到底是哪发生的。迄条哥问，我甲婷婷啊，要去换伊高医啦。伊都趁我无伫的时阵哦，要对婷婷下手啦。啊，结果咧，伊家己一个无说你，煞叫车弄着啦，啊，真正是报应啊！还是你今晚无想要讲？建志，恁爸爸是为了要救我，才去我车弄的。婷婷，你会当跟我详细？我本来是要去开车，
尾仔我头晕，骑袂出，差一点去被车撞着，伊就撞出来，把我杀开，我阁袂好反应，车就撞开。婷婷啊，你也想到这么多了？敢是蔡进宝甲迄台车两个串通好要弄你，啊结果咧，啊无说你去弄着伊。老麦，人婷婷讲这尔详细，你阁唔相信哦？啊你无看婷婷头拄啊惊噶？我是惊伊无看清楚呢，叫伊想较详细，安尼是对唔对啦？婷婷，你讲敢真实？婷婷，你放心啦，我袂怪你啦。阮爸即马逐工拢有粮金，啊，初一十五嘛有食菜。天公伯啊，伊保庇伊平安无代志。医生，阮爸伊，我先有部分已经处理好啊，但毋过，有啥物另外状况吗？腹腔有内出血，要开刀止血。但是患者之前办完过关，手术的过程可能需要输血。患者是 O 型血，即马血库内底 O 型血无啥够。啊，赶紧找人管血啊！看家属像毋是 O 型，变作我是 B 型的，我嘛是 B 型的，我嘛毋是 O 型的，我是 O 型的，我管。婷婷啊，你拄只因为头壳讲只昏气，敢袂用管？我即摆已经好真济啊，伊是为了要救我才受伤，我袂用见死不救。小等先验血。阮来看血红素浓度来做决定，上好是加找几个共血型的人来管较保险。我要来变数。老麦，你的血型什么型的？我是恁老爸，你讲唔知我什么血型啊？搁在问我哦。我来感觉奇怪。我明明会记你是 O 型的哦，救人如救火呢，大家拢去等，你哪会讲话？我你是 O 型的无？唔对哦。对啦对啦，对了，爱关怀，人命关天呢。即马倒伫个内底是我的头官建奇的爸爸，你难当见死不救啦？我年岁这么大，而且呢，我得着肺炎，敢袂当管？你莫搁找借口，行啦！救人不要紧，你自细就教我讲，还有慈悲心，即摆是流泪变行啦，来听话啦，行啦，老麦。我跟你讲啦，你阿妈救啥拢会用的，啊，不过咧，是学不起来蔡进宝的。我若救伊，万一咧，伊又搁去害人，我唔是做假。医生，爸呢？你先抓停你验血，阮再搁想办法。这边请。老麦，你是要告伊？你是要爱去用关，爱在笼内你家己赎罪？杀人啊，本来就应该付出代价啊！迄蚂蚁窝啊，恁才顾会成。伊若是安尼做，你的心就白了诶。搁再讲，会无人知影讲是你互蔡进鹏入狱诶，安尼敢袂伤可惜？搁再讲，你已经开恁侪时间啊，卡叔讲伊安尼做，你又袂当告伊安尼？除非哦，你是去阎王遐甲伊拍官司啊！小麦，不要紧啦，咱再想办法。你安尼讲哦，嘛是有理的。好了好了，我管啦，我管啦。啊唔紧去，啊甲人带。伊先搁伫个头前紧去啊！紧的呐！我哪有这种爸爸？咱今日拄好发生这种代志，拢已经准备要辛苦啊！妈，妮妮，是啥物代志？你哪遐惨啊？今个我来去病。爸有车撞，即马足危险，阿明哥甲阿嫂已经赶过去啊！你爸出车祸，即马情形安怎？有性命危险，行，等囝去。哎，稍等下，啊，妈，爸即马有性命危险嘞，你咧丢丢啥？我阁有真重要的代志，爱赶去处理，我袂用陪你去病院啦。
有啥物代志？哎，比爸的性命搁较重要。妈，我拜托你，跟我去看爸好不好？行啦，无闲的啦。我已经答应要替人请海工社第二批工程的搬迁。你等于替我甲人拢招一过来啊。伊拢咧等我，我若是无去，以后代志真歹处理呢。协调会代志应该人工啊。 是安怎一定要行咧？你毋知影，我前两工若是无月代志，超侪结果，我也死个真凄惨，所以我无法度陪你去病院。不过对你来讲，事业甲钱财会变亲情，甚至是亲人性命搁较重要，对无？娘娘，我已经答应人啊，我袂当死约啊。万一今仔日协调无一个结果，以后代志真歹处理，你知无？ 我会去联络着妈，爸即马伫咧生死的关头，真需要咱家己做伙。恁太闲话着家己的事业甲前途，就无带人过去，甲你出生日是做翁某的征婚。无安尼啦，你即马先赶去病院，啊等我下条会，若是开煞，我随赶过安尼好无？唔免，恁若是无迄个心，去嘛无啥物意义啊。 弟弟阿平阿无代志，先去协调会，甲代志紧撮定再阁讲。多谢你。虽然讲是无熟识的人，但是有需要，我赶快到三江。何况今仔毋是伊，今仔桌内底人就是我。 李永松啊，你想要赶我走呢？我阁想要留伫遮等消息呢。嘿，我管遐尼侪花啊，若是无法度甲救回来，我也感觉真怨叹。多谢你。应该说多谢啊，是多谢来得迄个啊。阿平哥哥，爸人呢？爸人伫内面啊。 父亲咧出事，医生咧手术啦，小曼爸爸还佫婷婷，伊有关系，应该是袂要紧。多谢你，阿伯，多谢你。听阿娘，阿娘甲你坐啦。阿姨咧，你毋是讲要转去食面？伊讲要开什么协调会？我甲伊讲爸即马做危险的，伊还是毋肯过来。医生。 我已经转，已经指挥啊，手术了后四十八点钟来，佫需要观察，人已经送到家后病房了。多谢你。既然暂时无状况，安尼我留落来就好啊。婷婷，先拜，多谢你留咧遮陪我，你已经相当的休困啊。喂，阿官司的代志咧，即马是要安怎办？ 我即马是你做乱的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好嘞好嘞，我先上去等啊，好。再见。娘娘，我看你嘛想等你啦。我要伫遮，甲你做伙陪爸啊。爸这届袂安尼紧就好玩。 只要咱两兄妹仔轮流来照顾，你也是相当孝顺。对啦，娘娘，听恁讲的话啦。娘娘，这爸受伤的消息，小曼我嘛知影。我知影。阿明哥哥，婷婷要告爸，要哪会告有得？伤到这严重。这爸已经把伊的性命交天公伯，我想要讲是婷婷。 这种真多济啦，爸拢是无管伊的性命去救。
婷婷，饮一下茶。多谢。代志哪会变到安尼？蔡进跑啥要救我？是安怎要救我？婷婷，妈呢？我得讲，这拢是天公伯的安排。阿伯，蔡进跑有得要救我，伊即马两个都伫个病院，我免哪阁顾会落去？先莫想遮啦，代志家己已经发生啊，一切拢等蔡进跑清醒才讲，吼。婷婷啊，啊，敢讲因为安尼，咱就莫顾伊啊。进前了这样子，真心不是拢枉费啊！董事长，那笔企业汇款总算查出来啊！是啥货？是高庆一个叫做蔡进跑的人指定贿赂咱公司。是啊，蔡进跑提起来跟咱斗三工，真有可能啊！这内面一定有啥物阴谋啦！那个是董事长。够需要继续查，免阁查，你先来。行。